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西记发型的建南店的样。那平常啊，在自己使用洗发精、沐浴乳或是洗面乳、乳液等等这些产品呢，我比较习惯用我们这一组男人风一组，整个系列都有的。那像洗发精，那还有沐浴乳、洗面乳，那还有乳液这个部分，在让我使用起来的感觉。的时候呢，感觉就是比较非常的清爽，而且啊，男人的我比较不喜欢油腻的感觉，而且就是会有达到这个控油的部分。像我平常也是蛮容易出油的部分啊，使用这些之后啊，就比较缺水的皮肤啊，比较不容易出油。那尤其是洗面乳或是乳液这边用完的时候呢，就是会感觉它麝香的味道啊，维持的时间会蛮长，因为它就是里面还有法国的一个香精的精油跟茶树的精华液哦，然后在整个使用过程上啊，它的维持性啊、效果的方面啊，就是可以维持的很久。好，以上跟各位做自己的那个分享，谢谢。